你好。我让你再哭一会儿呢，还是你现在自我介绍？主持人好。你好。我特意从英国回来找我男朋友。啊。我甚至都没有参加毕业考试。啊。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这里是我最后的希望。你是说有一个男朋友不见了是吧？我们在一起两年了，我在英国留学，他在那边给一家网站做奢侈品代购，想到我毕业就娶我，我没想到跟我分手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就说因为设计失败，我们就这样吧，我配不上你了，就挂了。我当时一听就懵了。你相信他是因为生意失败而不辞而别吗？相信他是生意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啊。他曾经给过你什么承诺没有？他答应我，等我一毕业就结婚啊，要让我过最好的生活。这个最好的生活是你要的还是他要的？是他承诺给我的。是他承诺的，你想要吗？可是我真的不在乎，我只要有他就够了。那你找了他吗？我给他打了十几个很多的电话，甚至我换了十几个号码打给他，他都不接。我连他一个朋友的联系方式都没有，我不知道我真的很怕他会出事，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呀。